啊，好吗？能问一下了吗？交换，我看守了，你可以帮我将这封信交给当地的铁匠，啊，不念名字了，村里的东南角，东南角，卖给老板，并 OK 买酒了。会五块差5点。买了，哎呦，吓死我！八什么？喂。望我爱上你，BOP BOP D BOP，对啦，文学不好，连歌都不会唱，弄啥？想要什么？一个守墓人，我想问你问题。我知道，你知道这样的，你知道这样的话，我每天都要听几遍吗？没空理你，小子，等你更有自信的时候再来找我。哎呦。证明你的交谈的对象，哎，朋友，我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？茶美女士跟你说了什么？哦，是茶美女士哦，委婉地拒绝了我啊，那种那么高冷。他从来都不随便跟普通话，是普通人。我是当地的土木人，我很快将成为教堂的副校长。好老土，我是一位著名诗人，某些小村子里的著名诗人，我叫瓦格纳。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把作 我的诗读给他。啊，然后我们，但得先将它写下来。不幸的是，我的纸跟墨水都用完了。也许能帮我拿点来？干嘛不自己去拿哦？英文工作者，你会注意到人们一些小这些所拼凑在一起，就能得到一段故事。有时从他，有时从对话中。你也能读出啊？不要啊！哪里有纸跟墨水啊？在你的教堂内可能会有，或者你可以自己。我不习惯手工活，但像你这样心灵巧手的人肯定能。你还可以从老占星家那里获得他每个。他以前每个月亮都会去，哦，所以左上这边是那个哦，月历哦，在这场荒谬，哎，我好不可会不念吗？我可以用看的就好吗？他又老又疯，而我一直在小镇大学学3近3年啊，你能相信他原本来是白痴？他告诉我，地球是圆的，简直胡说八道啊！你是当时圆的哦，你跟放的张是张什么？这可以做一首非常有趣的。这段戏一定这样说，让他做回家。灯塔在哪里？位于我最好是什么都记得住啦。东边的悬崖上，又有一段时间没营业了。哦，正是嘛，酒馆一直营业，早一日我也会。对啊，搞不好我念完你都已经看完很久了。当然有人，这个是教会来，这个是占星家会来。那其他人，嘿，不要动我，帅哥，帅哥，不要推我，帅哥，不要，帅哥，不要。你嘞，可以吗？不行。那、啊、你嘞，你可以问吗？你嘞，
可以啊，运气太今天不行，好吧？那你嘞？今天重复了，关注我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如果到我这个年纪，可能会知道看中。哦，我的礼貌去哪了？我是田中夫人。哦，铁匠的妻子，发现牛酒。哦，他平时酒馆老板，村子里装的村。爱惜。怎样？有啊。吧。关着。到我从巴迪克三十有跑度。哇。哎，你是谁？像哦，怎么都要有好度？怎么这个嘞 ？Hello， 温馨家园。小麦农，好温馨。嗨，通往小镇的道路，盖章小镇。嗨，哇，哇，哇，哎呀 ，AY，AY 一下。个头啊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个不要想，这个不要想，够吗？哎、欸，有老鼠，有鼹鼠，嗯，挖炭，哎，帅哥，嘿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看看当地守墓。可以问你一下，你是谁？好的，当地的铁匠。哦，当然，但只有一分钟为啊，我不能啊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做习惯难改啊。谢你，也不修。拜。哦，打怪，但我没有空应付好人的绿色小怪，也许帮我带上这把生锈的剑和能量药水。剑坏了，但你可以用我身后的魔床上魔石来修理。你可以留着这块魔石，也许将来我还会需要它来修理。别踩，哎。别从屁股下给我！如果你成功杀掉了他们，请把他们的尸体交还给我，我会分给你一些。他们就在房子里的靠近水坑，我的房子的另一侧，对哦，靠近水坑。哎呦，战斗，我把字。哎，阿雪你，哦，体力要没了，我要去睡觉。看任务的吗？不是 L 吧？不是。任务他们有显示任务欸，天啊，那我任务会忘记欸，管到体力快没了啊，啊然后那个骷髅头又跟我要那个啊，
哇，完了，我想说试试看空白键。啊，没体力啊，要增加体力啊。这是我家的方向。又说我在哪里？游戏没奔跑。欸，过来，吓死我了！嗨，你好，去哪里了？在村子里，这个地方太诡异了，大家感觉就很……蓝猫，大家都能……啊，你盗用了我的想法，盗用我在你的头内，表里面有两次解锁信，用蘑菇。收集浆果，苹果，还没错，我还记得。浆果牌，两冲突哦。哎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需要一瓶。这开始变得像单方面索取。你给我啤酒，我就告诉你很多重要的信息，怎样才能回家？有问题吗？这样才能回家。反问句，像是一个自带答案。好，你这个机灵鬼，想去采果子？我在的地盘等。蛋，采蘑菇哦。哎，直接吃了啊！这样，用，好嘛？哦，30哎。哦，加2哦，这个才加30啊，7。欸，我没体力会怎样？要试试看。哦，不能作死，还好嘛，没有死啊，不会像被带到医院里面啊，还扣身上的东西。对，走吧，加吧，回家喽。对，这边是墓园，我家在哪里？哦，这里看到了，个头啊，我家咧，哪个才是我家？太平间嘛，家园是啊，才是我家，掉咯，掉，有，什么声音？啊、哦，该死。如有必要，我每晚都会来这里，但我最终都会回去。感觉是 BOSS， 要不觉得好玩吗？我刚玩欸，看来我要移动这个障碍物，然后强化拱门。这款游戏我之前五月多的时候就在关注了，都讲过啊，它是最近。这几天前天上市，他因为要 CWT， 所以没时间玩。要睡觉播广告，要看广告。哦，好猛哦，可爱哦。哎、欸，时间过太快了吧？哦，自己会醒哦。他吓死我，这样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海兵是我前任，我是新来的守墓人。哦，守墓人，哇，我来这里有多久了、啊？我叫做，这是尤里克吧？不是龙里克吧？尤里克，我好孤单，可怜可怜的我，你也来到这里，太可惜。等等，不对。正相反，我很高兴见到你，但确实有个人让人，哎、欸，确实有个让人很讨厌。感谢猫续订，家伙在这里，我们真的很想要一个心灵。看你能帮我干点什么？早安。是我不太了解，太确定我啊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格里只告诉我过晚上事业的事情，立刻格里有意思。啊，那个半死不活的骷髅头啊，这只会嫉妒的混蛋，哈哈，他就只能梦想拥有刻的安宁日啊，吓死我！
感谢小起点。我在跟谁开玩笑？这里太可怕了，有躺在，躺在右下角坟墓的那个家伙太卑鄙，你能除掉他吗？把他挖出来扔冰河里啊？我甚至可以把这块许可，这个许可证给你，这个是我还活着的时候偷的，有许可证，挖掘许可证。怎么这么笨？要挖尸体，得有许可，老鼠不会从教堂附近刚来购买许可，这我买，哇，东西好买哦，哇哇，我不是想喝加酒啊，哦哟，我按摩摩，干嘛的？这个嘞，叫什么曲？使用这公工作台，Hello， 好，哦，先变了，开瓶间找他。好，给你酒，阿啤酒。对，啊，真是让人失望。我觉得我需要更强大的东西。好吧，你看你是这么爱人，我给你一些。不要再到处说你来自另外一个世界，记不太清楚，但真是做了类似。所以如果你想，啊，亲亲，还是对的，我要小心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有些问题。这样才能回家啊，简单来说，我相信你可以在女用传送，所以只要通过传送门，那先把它不许图哇，教堂地窖里有一个三星加知道，我已经忘记那些东西在哪里了。大大大的一点。他讨厌跟鱼有关的故事啊，但他一定不是我啊，知道吗？我要走了。他很聪明，也还很开朗。虽然我没有看过他的，但他的葡萄酒是最棒的。哦，找他炒葡萄酒。他们曾经每个月亮到灯塔先上，他在哪里？靠近，来看看。糟糕，我就返回没了。嗨。拜，解破。完了，我玩这个游戏也不能看聊天。那他，他自己都会那个，自动帮我那个叫什么，点掉，办法边看聊，好游戏。拜，还猜故事，那我赢。我从花园图放记录档会啊，会放记录。来砍木头。对啊，我。我包包满了啊，没有啊，为什么拿不起啊？快有问题。Hello，
哦哦，要拿回家哦。大的木头要干哦。放下。哦吼吼吼吼吼。然后大木头可以再敲吗？啊，哪一个？像这个吗？要点技术哦。花两个了。Go！ 啊，怎么的？哎，安娜芝麻什么时候出现？让我记得。刚搬回家那个没有耶，刚搬回家那个我靠近他，他没有东西出现，不然我再砍一个给你，应该是小的吧。大的你看哦，我靠近这个他只有黄色的光而已，不能再做死。搬回家好不方便哦，而且这款之前版可以预购，可是它那个预购平台，我办了账号之后没办法用。所以就只能等死定推出的时候才买，蛮可惜，不然感觉够的东西也有。把什么任务？真的找不到任务欸。哇，这有好像有点难玩欸。哇哇，我再来要干嘛？现在要想办法生存。木质火台，玩一下哦。有尸体了啊？
港。安安，早安早安。要斧头？我没斧头了吗？哦，要斧头。这个，我怎么知道？要、哦，这是碰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做东西？甚至于，哎呦，我要去哪做东西？等一下，哎，卡关了。对，要哦，所以现在手上这个不能拿了，哎，啊，早安早安，哇，回到空白键。进了，我爆了，看一下哦，哎、欸，包子，对啊，应该是往能砍东西。能了，对啊，我觉得他新手引导不太好，哎，对啊，来了。把这边记。